The 2010 to 2011 Uniform Team Parade will now commence. 2010至2011年度我空中队队服队伍到操大会议现在开始。
識得點樣同人哋溝通協作，這個對你學習和將來做人處事都是帶來一個不好的影響。所以中一日到嚟，我們要去參加這個的紀律訓練，目的就是希望去透過這個制服團隊培養他們懂得自律的精神，懂得自我管理，和在這個團隊裡面學習怎樣和人們互相之間協作。一年了，各位在這個的團隊裡面都生活過、學習過，我很希望大家同學繼續堅持下去，在這個團隊裡面繼續學習，繼續鍛鍊自己。